哇，我现在先找一找皮革怎么造啊？在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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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皮革，what？皮革原来是不能造的，不会吧？哦，真的不能造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游戏。为什么刚刚那么多僵尸？哎，为什么刚刚那么多僵尸呢？就是旁边有一个叫生怪龙的东西，我已经忘记在哪里。好，我的电脑风扇已经开始转了。啊，在这里找到了。我电脑现在超级烫。OK，就是这儿。哎，悠着点，兄弟。请暂停。现在够亮了。哇！Oh my God！CD，我现在有红石了，不错不错。回收火把，回收火把，最后一刻我要赶紧跑，因为。Just because，他会很快升僵尸，哈哈哈！啊，跑啦跑啦跑！哎呀，不能跑了不能跑！那个，哎，土豆，跑啦！啊，哦，等一下。我的电脑出了一点点的小故障，所以不好意思了大家。这次第二集就到此结束了。那第三集呢，我就会圈一些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。种小麦呢，就延迟到第三集了，真的是实在不好意思。